你好，木先生，你来了。哇，这东西很有意思啊。对啊，今天我们老板出差了，这个是我们店的茶博士，有关茶的问题你都可以咨询他。是吗？茶博士啊，那让我体验一下。好啊，你试一试。正好我们今天来了一批新的白茶，给你泡杯试一试吧。请。好，谢谢。茶叶有哪些种类？根据茶叶的制作。您平时喜欢喝哪种茶？乌龙茶。乌龙茶、蜜蜂茶。您对在乌龙茶哪方面的内容感兴趣？乌龙茶的主要品种。乌龙茶的主要品种有。了解哪一种？洞顶乌龙。洞顶乌龙茶。尤为珍贵。以上是洞顶乌龙的介绍，您还可以问中国十大名茶，介绍一下五年茶、配茶的品种等问题，来了解更多茶叶相关内容。绿茶有哪些功效？请看视频。龙井茶的品种有哪些？西湖龙井，最著名的西湖龙井茶，世界海拔17,000米。白茶的保质期？一般的茶叶保质期保存好才能达到一年茶、三年料、一年保的说法。机器人专业的语义平台为顾客提供最专业最精准的咨询服务，自带行业的基础语义问答加私有定制的语义，满足各类商家的个性化语义需求。让我看看店里现在什么情况。哎，陆总在喝茶，让我给他发个视频。陆总在店里喝茶。哎，你不是外出差的吗？这机器还挺厉害，还能远程看店。是啊，最近刚到了一批白茶，要不要尝一尝？正喝着呢，味道还不错。老板说要不要再补一些？可以啊。那个茶我帮你打包一份带走吧。好。远程巡店，无需接听的音视频通话服务，让您不在店里依然能够实时掌握店内情况。快闭店了，让我看一下今天店里的盘点情况。嗨，又到了每日盘点时间了，客人越来越多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开始盘点。今天卖出了哪些茶？普洱茶、白茶、乌龙茶。请确认输入内容。确认。普洱库存还有多少件？30件。是否进行下一个？是。大概营收多少？2000。请确认输入内容。确认。另外客人有多少？5个。是否进行下一个？是。辛苦了，忙活了一天，注意好好休息。谢谢。盘点完成。每日盘点，机器人协助店员开展盘点工作，帮助商家掌握每日经营状况，业绩经营早知道。